怎么样？你们还满意吧？幸好啊，是有惊无险啊，总算把他们救回人间了。哎呀，我收了你们那么多钱，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。看来啊，我们天庭神仙的操守比你们好多了，就算是这个死人头大坏蛋，也比你可爱多了。